你们都是我的仇人，都是我的仇人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们都是我的仇人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刘喜川，你个杀猪婆，今天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，老三一定要灭你全家！ 姐，姐，你看，钱义清他们。走。老大，老大，真要杀他全家呀？这咱们都是中国人，又是乡里乡亲的，不太好吧？ 你小子，发什么善心呢？他差点杀了老子，老子要报仇。是是是是是是是，知道吗？是是，老大，出发。走走走走走。果然是狗日的钱一清，他带了一波伪军上来干嘛？ 他是来灭老娘的，上次我饶了他一命，没想到他不知道感恩，还来报复。好啊，我今天让你有去无回。他们这么多人，怎么只有三人？怎么能打得过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回村子里。你放屁！这样，咱们引开他。 注意隐蔽，隐蔽！快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哎，在那给我打！打！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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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 就是来报仇的，老娘真是瞎了眼了！上次饶了你一命，我告诉你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启春，找个大路赶紧跑，行吗？跟我一起，你跟黄旭君，再不走就被他们活捉了。志颖，你不能被他们抓到。你承认我是游击队长了？这个好，不过我不管，我们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你们俩留下。 我把他们引走，不行，你不能走。哎，赵根，哎，带警察从那边包抄他们。是，走，走。哎呀，快，给我的。哎，快，快把他们包围住，给我活捉了他们。是。 老子就可以报仇了！吴喜川，老子要报仇，老子要割了你的耳朵，两只耳朵，还有鼻子。呸！你个狗日的！少废话，给我绑了，拿下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谁过来，我砍死谁！别过来！放手！放开！放开！
吴喜川，怎么这么快就让老子给抓住了？真没想到啊！老子恨不得一刀捅死你！哼，要是一刀一刀的割，老子才叫爽！ 嘿嘿嘿！哇！是不是？去老子打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老大，老大，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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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多谢这位英雄帮忙，我吴喜春终身难忘。这是干什么？英雄们，围山上去了。走，把妞也带上。好嘞，走。把我放下来！走，你放下来！放开我！都拿着，起来，拿着，走，跳不错啊！不好了，快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喜春，喜春被钱一星他们给围住了。什么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刚出村口，往彩霞村方向，钱一星带着黄贤军和我们遭遇了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。明知道打不过，你还跟他们打？那怎么办？难道往村子里引？得赶紧想办法救喜春。喜春让日本人给抓了，赶快想办法救他，不就完了吗？小林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一定想办法。快呀！耕田，王旭、阿飞，你们几个人跟我走，去县城救喜春。我也去。对，你们人手不够，我也去。你们俩就别去了，人太多容易暴露。王旭，带几个弟兄跟我走。好，走。哎，我得去。我你别添乱了。我走吧。我得去啊。妈，走。放我下来。走。哎，大当家回寨了。放我下来。大当家回来了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哥，小子们，大当家，俺老大给你们抢什么回来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给咱们黑龙寨抢压寨夫人了？你说对了，就是压寨夫人。什么压寨夫人啊？老娘有丈夫有孩子，做不了压寨夫人。你赶紧放我回去。怎么样？还行吧？漂亮，反正比我好看。哎，能跟你一拼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，老娘跟你们没完。哎呦，我就喜欢这种带劲的。我也是。给我押进去。走。哎，走。干什么你们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，今天啊，真是痛快啊！大哥，你怎么随便抢一个女人要做压寨夫人啊？你随便抢一个女人，你了解她的底细吗？随便抢来的？嗯，二弟，没有吧？你想想，这么多黄协军追着他一个女人，他都不怕，可见这个女人不简单啊。是，可是越是这样的女人，越是不能随便娶啊。大哥，你要是想要压寨夫人，兄弟我现在下山就跟你抢一个回来，怎么样？二弟，你的心意大哥领了，不过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这压寨夫人老子娶定了。大哥，哎，大牛，哎，大哥，晚上好酒好肉招待弟兄们，把婚事给我操办得热热闹闹的。放心吧，保证给你办一场漂漂亮亮的婚礼。好，走，我去看看压寨夫人去。走。